大家好，我是佩竹。下班下课后或是在家防疫室，有一组无线蓝牙喇叭陪你追剧，放音乐给你听，感觉就很 chill， 有没有？今天要介绍的是 JS 奇遇 JY3087 三件式 2.1 声道无线蓝牙喇叭，主机 3.5 寸重低音加两个2寸中高音卫星喇叭，透过控制盒可以调控主音量， mode 按键可以选择蓝牙、TF 卡、AUX 音源，全音域设计，音域广阔，高音清晰。控制面板采侧边设计，操作方便，适用手机、PC、TV 等设备。黑红低调质感的设计，完全正中小编红心。拥有这款蓝牙喇叭，让宅家生活质感 up， 快去米特看看吧。